Yuka. Ask we questions. 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 Yuka Channel 的第一条片。我是 Gaby 啦，相信大家都知道。那我见我们第一条片的反应都很热烈啦。那我见我的 post 都有成百几个留言啦。那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会抽30条出来的啫。那好啦，多谢大家的支持啊。那你们的问题和答案已经在我手的啦。那看看谁这么好彩给我们抽中条问题来答啦，好不好？ Hello, 我是 Eugenia。第一题问题。加油，好喜欢你们两个，想知道你和男朋友一起了几耐，因为见到你和他太闪。首先多谢你喜欢我们两个啦，一定要继续支持我们啊。咁我就同佢啱啱一齐咗两年啦。女班长同埋阿元系咩星座啦？阿元同女班长我就真系唔知啦。咁我咧就系、巨蟹座嘅，而阿 Eugenia 咧佢就系狮子座噶，佢份人好鬼死霸道噶。除咗女神之外，仲有冇其他中意嘅故事想拍成真人版？好多人都有好多故想我哋拍啦，我哋自己其实都有好多故想拍啦，但系因为资源、场地同埋人手嘅问题，我哋真系影分身都搞唔掂啊，所以暂时都唔会住。但系未来会唔会有咧，就敬请期待啦。喺学校做过啲咩觉得最难忘？我记得我小一、小二嘅时候中意咗个男仔啦，咁但系唔够胆向佢表白喎。咁我就寫咗張紙仔寫我愛你，咁但係寫下款人呢係寫我個 friend 嘅名，係最 friend 嗰個，仲要連佢個名都寫錯，後尾個男仔都發現咗係我寫，而家諗返起都真係覺得好白痴。你見過最得意嘅男演員係邊個？你咪以為我唔知你係恩仔呀、邊有咁易俾你得情呀、嚟緊 YouTube 會拍咩類型嘅片？拍翻微電影定係有唔同嘅形式？暫時我哋應該都會拍翻啲近翻生活嘅題材嘅，即係可能生活小品啊，好似而家咁樣閒話家常、輕輕鬆鬆咁嘅片啦、微電影都有機會嘅，因為始終製作劇本啊、籌備人手嗰啲方面咧，我哋都需要翻一啲時間去整嘅。你講黃色笑話嗰陣咩感想？我咧就未試過講啲咁露骨嘅笑話嘅，但係嗰一刻我係阿玲 ，Eugenia 深層睡眠緊，所以我咩都唔知，咩都唔知。其實阿元識唔識彈琴？咁阿元嘅夢想就係想做鋼琴 Miss 啦，咁佢肯定識彈琴噶。咁我咧，就可以話係識嘅，不過半桶水咯。跟住嗰題係問你興趣係咩？做緊咯，咪就係對住個鏡頭自言自語咯。平時打唔打機㗎？會打咩 game？ 我之前就有玩 LOL 嘅，咁但係因為其實而家準備緊入大學啲嘢，同埋都幾忙下，咁我就冇打咯。你同阿元初初識嗰陣，覺得對方點？我同阿元初初識嗰陣啦，覺得佢好 nice， 跟住我同佢成日都一齊喺廁所度化妝啊咁樣，跟住又好啱傾咯。想知你喺加拿大邊度？多倫多。好。跟住嗰题问题咧，就系问你哋喺学校做过啲咩觉得最难忘？会唔会系中学嗰阵时起革命咧？类似革命嘅嘢啦，即系有啲似我的少女时代咁，但系就当然啦，冇佢咁夸张，冇佢咁 dramatic， 冇咁有电影感，系啦。但系革命上面嘅成功，同志们还需努力，加油啦！你哋两个有乜小习惯？闹钟响咗之后就瞓多5分钟，即系赖下床咁样咧？点解阿元有时肥有时瘦嘅？我真系唔知点解阿元有时肥有时瘦嘅。不过咧，阿玲咧就偷偷地同我讲，
因為阿袁餵食禍。啲人話左手寫字叻啲係咪真嘅？我可以答你一定係，但係我身邊啲人個個都話錯咯，唔明點解，明明係咁咯。你做過最白痴嘅嘢係啲乜嘢？我真係答你唔到。我好認真、好認真、好認真咁樣諗咗好多日，仲要摺高埋枕頭喺度諗，但我真係諗唔到。嗱，唔係冇，而係太多。個 channel 後制都有兩個人搞，我哋應該會係俾其他人搞，因為其實 channel 目前就主要係我哋兩個啦，咁後制就希望即係分少少俾其他人，咁我哋兩個都會輕鬆翻啲。你哋會唔會以熊仔頭或者 Bomba 呢啲比較成功嘅 channel 作為目標？佢哋係好成功嘅 YouTuber 啦，咁當然我哋都會好想好似佢哋咁成功，咁多人認識佢哋啊，同埋有咁多話題性嘅。咁我哋兩個小女子點樣同佢哋比啊？咁所以我哋會有自己嘅目標嘅。平時中意做啲咩多？而家就我得閒都會聽下子華，睇下周星馳啲嘢嘅，咁係咯，上下網咁樣咯，同埋上高登咯。你同朋友一齊嘅時候做過最癲嘅嘢係啲乜嘢？最癲嘅嘢啊，會唔會係四個女仔一齊去韓國，然之後買得太多嘢，然之後瘋狂超重呢？李新，我係買得最少嘢嗰個。仲要借埋啲袋俾佢哋用。你同女班長初初識嘅時候覺得對方點？覺得點啊？幾好人咯，初初識啊，即係冇乜印象，人幾靚咯，心地幾好咯。可唔可以揀一句女神入面最中意嘅對白？當然可以啦，我最中意嘅對白就係、是。方哥哥，知唔知我扮紧边个咧？阿袁，你身高几多？阿袁，我就应该同我差唔多高嘅，我就158-159左右啦。不过填嘢嗰啲会填160咯。你几高啊？我同 Gabby 一样啊，都系身高不足160，但系填同埋同人哋讲都系有160。但是影相，我165以上已经满足噶啦。两个中意食啲咩？因为元神好似好为食咁。阿元为唔为食呢？我就真系唔系好清楚啦。不过我自己都几中意食嘢嘅，乜都食下咯。但系又个胃又雀仔肚咁样。我平时最中意食啊，泡芙咯。你同 Ed Gabriella Wong 最喜歡吃什麼？ Gabby 說她最喜歡吃泡芙，大家記得啦。我呢就喜歡吃朱古力啦，朱古力雪糕啦，泡芙都不錯的，不過泡芙是哪一款的，就是custard的。之後我又喜歡吃湯麵啦，喜歡喝湯啦，之後又喜歡吃什麼呢？我很多都喜歡吃古披薩啦，雞皮啦，雞翼啦，然後朱古力啦，朱古力糖果啦，之後還有什麼喜歡吃呢？其實很多人都喜歡吃的，之後呢就淡淡淡淡淡淡淡。是什麼原因令你們兩個想開 YouTube channel 的？其實我同 Eugenia 都本身好中意拍嘢嘅，但係係咯，咁其實之前一直都想拍一下啲片咁樣，但係又冇咁嘅膽量。咁其實拍完呢套戲之後，發現我哋兩個都即係嘅興趣幾相投啦，咁樣同埋大家做事方式都幾一致，咁就開始諗，不如一齊開個 channel 咁樣咯，咁可以將我哋自己想拍的片拍出来，咁系咯。几时见下啲观众？你哋都要肯俾我哋见先得噶。阿芳真实世间有女朋友，咁你哋拍戏嘅时候有冇尴尬过？嗰阵时佢拍戏嘅时候系冇女朋友嘅，所以都冇乜话尴尬嗰啲。咁30题问题就答完噶啦。咁希望各位都可以得到你哋喺我哋身上想知嘅答案啦。
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！如果中意我哋 Yoga 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我哋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 ！Yoga。